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跑。今天咱们去拜访一位训犬高手，训马犬的高手，走吧。这里有一窝马犬。那个是他，应该是他父亲。来，王真，来，你。那个是王亮。坐车，坐车，吃完，喊人免术。嗯，免术。偶遇网红训犬高手，训马犬的，一会儿给大家表演一下啊。搁那儿，哪里？我来就是这个不。好。开始了，大家表演两段。来，来，给我来，走，努力，站立，站。过去，过去啊！给，再跑，坐，卧，躺下。哎，我挺大步。好，坐。再打个滚。坐，脚，扣住我，扣住脚，过来。起，坐，起，走，走，这，来来来，孤独啊，也不咬人，要点靠谱，有点重，这跟俩好玩，要这狗多，不管要互相跑，这狗光怕给人狗打去。啊、哦，中。来，还跑来。咱这打个滚儿都快行。打滚儿还有哪这哪这最最。吐，丢我了丢我。吐。吐。啊，不打了不打了。我下了。躺下。起。打滚。起。坐，坐，我说，小哥，小哥，来点，这不听啊，中中中，好，好，大哥，小妹，小妹，坐，好。你这辛苦叫人培训培训，你咋培训呢？自己训的，都是自己训的。这得比一个劲儿了，也是。他都会训。努力，努力，努力。站立，站。好。坐，定就立这儿不动了，挺棒的。嗯，还有点坐，定。不是卖的。
来了。轮船来。好，就别来吧。人昨日了，放那边来。我操了，下去了。No。来，班长拿来，班长拿来，班长。我看见了招，这又招住了，我操！来，班长拿来，好下。班长了，拿来。对，你别玩了，不玩了。好坐。坐。坐。啊、哦。现在普遍都喜欢那种爆红马圈。坐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。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持续关注。我是小跑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